器人的拉面还是比较有创意的，因为像它这个过程的话，可能需要很多就是有一些技术元素吧，我们这些人都比较感兴趣，所以在这吃着面，看着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景吧，觉得心情也比较好。我们主要是呢，让机器人做日式拉面，有两台机器人，一台呢负责煮面，一台呢负责加汤料，两台机器人配合，在一分半多钟的时间内完成一碗拉面的制作。最主要的还是面的味道，要不然的话就是你来一次之后就不会再来了。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新奇的卖点，你觉得它挺逗的，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肯定想着要看机器人是怎么做的，然后你就会来，但是是要看面的味道到底怎么样。